就是这位获得金牌，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？非常高兴吧，非常开心，也非常幸福。其实大家都看到了，其实我们要向对手致敬，我觉得他们这三对俄罗斯的表现得非常棒，包括日本队的这个选手也是。但是苏永俊、韩聪呢，今天呢也是在最后出场顶住了压力。其实在赛场之前，我们教练组还是都每个人都悬了一颗心，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有预案了。像我们要上碾转四周，这都是在这个动作级别当中是非常高的，其实已经打出了，即使出现一些小的失误，我们还依然可以有夺冠的机会。那么今天孙俊韩聪呢，他俩打出来，我觉得非常冷静，然后把握住了场上的这个节奏，然后动作高质量的完成，实至名归，非常棒。这是我看到，就是您和申群老师，然后和孙俊韩聪，大家最后听到那个分数之后，紧紧的拥抱在一起，那一刻什么感受？和您自己拿奥运冠军有什么不同？差不多，确实都这一晃十多年，我也很荣幸啊，能够帮得了这些教运动员们。在这快十年的这个教学当中，我觉得完成了让他们成就了奥运会冠军的梦想。我觉得非常值了，一切都值了。其实这几年的这个大家都，我看这很多的采访啊，都说这个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，多么艰辛呐、大家每个人都一样，但我觉得我们挺过来了，就换来了更多的喜和幸福，一切都值了。那么对我们未来的还有新的小双的这个储备，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透露的吗？双人滑组现在目前还，我们在等着世锦赛的，还在，我们有一个第一替补，全世界的第一替补是在奥运会上，他很遗憾没有一个国家退赛的，如果有一个我们就上了，就三对了，也在准备着世界锦赛，这是下一步的安排了。现在是全力以赴，没有考虑过多的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，都会进行一些重新整合的。好，谢谢。